到顶，对，能看出来，很明显看出来没有力气了，不如第一个做的有力气了。好，起，对，很好，下，起，好，左边高一点，左边高一点，对，好，下，好，起，加紧，哎，好，下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起。对，加紧，很好，下，好，起，也是一样，看他两侧有没有不对称。但国民这个做的还可以，没有说太明显的不对称。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太多去矫正，先让他把动作做好。对，好，下，好，起，往里加，你看他这块没有加紧，很明显没有加紧，应该往里加，对，始终往里加，但不是把手往后，对，往上抬，对，加紧，对，好，下，好的，好，起。加紧，使劲加紧，向上，对，垂直往上抬，很好，加紧，很好，下，很好，好，起，然后你看丁浩他这个两侧高度也不一样，你看着对吧？对，这个时候也是一样，不用过度去矫正，因为他这个是已经有的问题，我们通过这个可以去给他改善他肩胛骨的这个菱形肌的发力，所以一样，让他在抬的时候来往上抬，尽量让他抬到相同位置，一样也是相同位置。好，手不要，前不要使劲，手不要使劲，主要放松。对，好，很好，感受这个发力。好，下，很好，好，起，对，很好，下，好的了，起。那显然这边是会低一点，对吧？这边稍微要往上再做一点，对，一旋，好，再高一点，那就这个位置。好，下，很好，好，起，很好，下。好，起，很好，再来两个。好，起，对，你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他这个位置，一定要让他加紧，用他最大的力气加紧。好，起，